哎，就是一晚上没睡，在这朋友家吃了点撑，然后回来的路上，外面太冷了，走了20分钟，走着走着就给冻精神了，然后回到宿舍呢，发现宿舍窗是开的，灯也是开着的，就那个气氛就让人睡不着，所以我就想，反正也睡不着，那就录一节课吧。那我不会录太多，我会就是先录一个引领，然后呢，等我睡醒了之后，现在是早上6点，等我睡醒了之后呢，我先把这个引领给录了，好吧？OK，那么闲话少说，说太多废话了。OK，那我们书接上回哈，不是刚才，就是上次呢，我们讲的就是说，哎，这个 f 呢，f 有 differentiable inverse。如果它有这个 differentiable inverse 的话，那就说它就能推出来这个 df，它是有这个可导的，对吧？不是，搞错，它是有逆矩阵的，好，那么这节课呢，我们就是说要证明什么呢？这个的话，它就 has different inverse locally。对吧？这节课的目标我们就是证这个方向。好，那么做这证个方向呢，我们是需要一个引理，就是说，首先我们开始什么呢？我们首先开始，就是说，这个我们要推出来。它局部呢，它是单设，它局部是个单设。OK，那么它这个引理是这样子的，引理就是说，它不仅是，就是说，看这个 a 呢，对吧？就是 a 是 Rn，f 是从 Rn 到 Rn 的 C1 函数，然后呢，non-singular 其实就是代表有逆矩阵的意思。那么它就存在一个 alpha 正 alpha，使得这个等式成立。For all x0 xc in some open cube centered at a，好吧，这个就是 local 的意思嘛，locally at a。那做所有 f(x0, xc) 都在 a 的话，如果 f 这有这个，我们就有了 f，它是个单设，对吧？因为呢，如果 f(x0) 等于 f(xc) 的话，这个就等于零。零又大于等于一个正数乘一个非负数，那这个是大于零的，对吧？那我们只能有它等于零了嘛？那就是 x0 等于 x1，也就是说 f(x0) 等于 f(x1)，我们推出来 x0 等于 x1，这就是单设的定义 one to one，好吧？OK，那我们就先证一下这个定理。在这之前呢，有个小公式啊，就是说，这个函数它们相加呢，它们的导数也是相加的，对吧？因为你看这个 f a 加 h 减 f a 加上 g a 加 h 减 g a 呢，它减去这个除以 h，它是趋于零的，对吧？因为这个减这个是趋于零，这个减这个也是趋于零，也就是说 f 加 g 的 a 加 h 减 f 加 g 的 a 减去 df 加 dg。h，就整个去 h 也是趋于零的，它 h 趋于零，对吧？OK，就稍微废话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正式开始这个定理的证明，这是 Lemma 8.1。OK，我们就让 e 等于什么呢？dfa。在 f(a) 的导数，那么 e 有矩阵，对吧？那我们先算这个 x0 减 x1，它是等于什么呢？e 的负一乘上 e 乘 x0 减 e 乘 x1，是这样子的。
那么这个我们还记得怎么缩放的吗？我们回到这个第三节课证明这个链式法则的时候，DFH 还记得我们这个信号吗？我们这个信号就是说 DFAH 它是小于等于这一坨，然后呢它最后得出来就是它小于小于 n， 是它这个维数乘 h， 就是你乘什么再乘上它这个矩阵它自己的这个绝对值。好，那我们完全照搬的话呢，就说这是我们的矩阵，这是我们的值，我们是 n 维，所以说它是小于等于 n 乘上一负一乘上我们的取值，函数取值就是好，那么我们就是这样子的。 OK， 然后呢我们就令 alpha 呢，我们就令二 alpha 等于什么一除以 n 一负一，那么也就是说这样子的话，有了这一步之后呢，我们就得出来什么？我们就得出来，二 alpha 等于 n， 那这个 x 零减 x 一小于等于这个一分之二 alpha， 一乘 x 零减一。乘 x 一，二 alpha 乘过去 ，OK， 乘过去之后我们就有一 x 零减 x 一大于等于二 alpha 乘上减 x 一。我们已经有这个雏形已经有了，对吧？初步的一些小结果已经得出来了。OK， 那我们有了这一步之后呢，我们证明这个引力。考虑 hx 等于 fx 减 e 乘 x。它这个证明呢，这个代数性质比较强，逻辑性并不是没有太多要求。它主要就是这个对这个不等式啊玩的花活比较多，所以呢也不是太什么有深刻这个逻辑的东西呢，所以我就没有 idea 了，我就跟着书上它这个代数的这个来走了哈。 OK， 那么这个之后呢，还记得我们刚才的式子吗？那么 dh 是不是就等于 x 等于 dfx 减上D E X or D E like whatever， 但是呢矩阵它的导数是什么？看矩阵就是 E 的 X 加 H 减 E 乘 X， OK， 它得出来它剩下就是 E X E H， 那再减去 E 乘 H，h 它就等于零啊，对吧？也就是说矩阵一个线性映射它的导数就是它自己，就它自己就还是这个矩阵，对吧？它的矩阵，它的矩阵的导数就是它自己，那么就是它自己的话，那我就没必要写了嘛，对吧 ？dhx 就是 dfx 减 e， 那么呢 ，dfa 是什么？DFA 是 E， E 是 DFA， 那么 DH 是不是等于零了？对吧 ？OK， 然后呢 ，H 是 C 的 ，H 为什么是 C 呢？因为你看它的这个每一个 entries， f 是 c1 的，对吧？我们假设 f 是 c1 的，假设 f 是 c1， 那它的每一个 entry 都是连续函数，
那么它的每个都是常函数，常函数也是连续函数，它们两个矩阵相减，就是它们每个 entry 相减，那还是个连续函数，所以 h 它还是 c 的 ，h 是 c 对吧 ？h 是 c 的话呢，它可导，它可导，它就连续，对吧？它可导，它连续。h 是 c 呢，它并不能代表说什么。它并不能代表 dh 是 continuous， 我只能说什么呢？并不代表 dh 是 continuous， 但是我们能说什么 ？dihj 它是 continuous 的，对吧？我们只知道这个。OK， 我们今天只知道这个的话，那么这个都 continuous， 也就是说，对于任意的，哎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有对于任意的 epsilon 大于零，我们都存在一个 delta i j， 对吧？当 j 的时候呢，我们有什么？我们有这个 h i x j a。小于 epsilon， 那么我们选 delta反正就是所有 ij 吧，我也忘了是几维了哈，反正就是所有的 ij 最小的那个 delta ij， 那么我们就有for any ij， 我们都有 hixja 小于 epsilon， 那么也就是说 dha 是小于 epsilon 的，根据我们这个定义，对吧 ？OK， 那么。对吧，我们有这个对吧，那么 pick 这个 epsilon 对吧，等于 alpha over n 正数没问题对吧，然后呢 and 那我们对应着这个 delta correspond在什么 C delta A 附近，我们都有小于这个，对吧？都已经是 A 的附近一个领域了嘛，对吧 ？OK， 那么呢，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什么一个操作？我们这个 dH 已经是这个 bounded 了。哦 ，h 都可导 ，h 可导，那我们用一下中值定理。那我们对什么用中值定理呢？我们用它的每一个 component， 也就是说呢 ，x 零 x 一属于这个 c delta a， 对吧 ？c delta a， 然后呢，也就是说存在一个 c。使得什么呢 ？hi x 零减 hi x 一。哎呦，没位置写了。OK， 我们知道是什么？它是不是等于这个 dhi 的 c x 零减 x 一？对吧，他们俩都相等，那我两边加个绝对值就没问题吧，那你在这缩放一下嘛，还记得我们怎么缩放的吗？ n 乘上
dhi 乘上 0.xe。 OK， dhi 它肯定小于等于什么，小于等于 n 乘这个， 你这个它肯定小于等于 dh 啊， 对吧？ x， 对于任意的 x， 是不是一开始都写错了，我的个天哪，抱歉，这都是 x， 得睡觉了，一整夜都搁那敲代码。 OK， 这样子的话它小于等于 dh， dh 又是小于等于什么，它 locally 它是小于等于这个 alpha 除以 n 的，对吧？ 因为我们考虑的是这个 cube， 对吧？ 那就是 n， 对吧？ 那么也就是说它是小于等于什么， 删掉不就行了， 对吧？ OK， 好。 那么为什么能在这个 C delta A 用中值定理呢？ 因为它是 open cube， open cube 它是这个凹级或者是导入连通级，就是对于任意两个线的它都存在的，就这个你很二维情况下，你有一个正方形，你随便选两个点，你有一条线，你随便选两个点，这条线它都在这个长方形里面，对吧？立方体不也一样？你在这选一个，你在这选一个，你把它们连起来，这个线都还在里面。如果你要连严格的论证，就考虑它每一个 component， 就把它写成这个笛卡尔机的形式，就是这个 AI BI， 对吧？你考虑这个，就是一个 you know n 维下的一个长方体，然后你任意两条线，然后你把它们连起来，它们怎么样？ 最后满足，最后发现它每一个点线上的每一个点都在这个长方形里面，我就具体的细节我就不多赘述了。好，我们有了这个之后呢，也就是说 C delta A 的时候呢，我们有 alpha x 零减 x 一， 对吧？大于等于什么呀？大于等于这个 h i x 零减 h i x h i x 零减 h i x 一，对吧？对于任意的 i， 对吧？对于任意的 i 的话， 对于所有 i 都比它大，那你肯定比最大的那个大，因为它比所有的都大，那你这个 i 是不是就能去掉了？神奇吧？你们自己想一下，对不对？根据我们这个定义啊，矩阵的这个什么绝对值的定义。好 ，h x 零减 h x 一，根据 h 的定义是什么 ？f x 减 e x， 对吧？ 太喜欢 iPad 了，这太方便了，没问题，这也没问题，对吧？三角不等式，用一下，这不就是基本的三角不等式吗？对吧？ 其实换一下也行。
具体的证明过程是换过来的。 OK， 这都无所谓嘛，是吧？因为都 OK， 三角不等式都 OK。那么这个的话，我们看一下之前是不是已经有一些结果了。E 的 x 0减 x 1大于等于2 alpha。 x 0减 x 1减去 f x 0减 x 1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就已经完事了，对吧？最后根据这个，我们有什么呢？我们有它。 大于等于它，对吧？我们有它大于等于它，我们把这个，这个证完了。OK， 我先睡觉，现在剩下的等我起来再录。